行呗。你们听到那个声音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贼，欢迎收看 Temtem。继上一次之后呢，上一次不是没有中文吗？然后在不懂其实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已经修好了。反正现在还是修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已经变成中文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我终于看得懂你们在讲什么了，真的是。是谁啊？藤树所的工人，搬重沉重的板条箱，热敷一热， blah blah blah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做什么呢？完成道场训练，加入抵抗军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去打那个道场是吗？可以来到无比这里。然后道场在哪里啊？是这个吗？应该是这个了吧？话说这次是什么属性的啊？你们觉得我打得过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五色五色，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来回转。先尝试一下吧。Hello， 请严肃对待你的训练，朋友。我们需要有能力的驯兽师来防御城镇，而且专业就需要。OK， 无比道场，道场大师穆萨。OK， 是个沙漠将了、啊。这样我把这个纳西拉放在前面好像好一点呢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掉下去，二选一是吗？要上面还是下面呢？上下上下上吧，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可以到门口这里拿这个道具，两个烟雾弹。OK， 哦，这门口是什么东西啊？又要逼我做选择吗？看起来要走右边就可以拿到这个道具是吗？可以，并没有，又来到了别一个迷宫。那的确有点宝可梦的感觉啊，这里。OK， 顺利的到达这里了，就下去又上来又下去的，我蹦什么鬼的？要跟这两个人打了。Yes， 来战斗吧，新内度是的，好吧。你们是谁？怎么长得那么像？双胞胎？哇，好像两个都是新啊，这两个。哟呵，还挺帅的，好像。什么？奇异蚯蚓、灰烬龙。把这个橄榄蜥放出来，这样不是很好啊？水刃吧，打这个，我不知道还有火属性没有啊？这个，感觉上次好像有。那个黄蜂嘛，先把这个龙打败。他果然有火系的，刚才那是火系的绝招吗？不知道。啊，痛！他们等哦，可以直接城市。他应该是火属性和地面属性的吧？所以城市的巨泥兔，我记得风是克制地面系的吧？好像并没有。诶，差十球，好痛啊！你们打人真的是，可以活下去了。居然没有城市，诶，什么城市来着？哦，是那个格斗属性打他城市啊。诶，你这还不死，我醉了。我要打别个人算了，真的是。啊，半血没有了。好家伙，自己打自己。拥抱，给看似很痛的样子，可是并不痛。完了，啊，这是个错误的选择。还睡觉了，我笑了。算了，至少你倒下了。什么、啊、水晶渊羽加特林？是个水晶系的技能啊，比羽毛加特林破坏力更强大是什么？就是水晶碎片加特林。OK， 两个融合起来的绝招嘛。把这改了吧，可以，再见朋友，不要跟我讲僵不死，可以。后呢？天哪，你好强！没错。OK， 728，然后就往前走了，没有别的路了。等一下，必须恢复一下我的藤兽啊！咕咚，这种感觉好久没有试过了。我想把这个小利狗带身上没什么用吧，这是地面属性的，等下来回去换人吧。哇，你叫老大声啊！上面还是下面？
怎么说？上面、下面回到这里 ，OK， 走错路了，这一定是，就是右边了。哎，感觉要到了。我以为只要打那个道场场主的，结果并没有，就来了个更多的选择。怎么说？米尼买尼莫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可以不要跟你们打吗？真的是。哪一条是正确的路啊？我在淘宝看。那么多选择，我笑了，我晕了，各位。可以回到这里了。我一直以为可以往侧边位走，这并不可以。看来这里要走过去也可以了。你把你们打败吧，萨姆格啊！有人掉下来了，团兽对战吧，不要那么多废话了。Let's fight， 哟呵，这个应该是给那个的。前一个进化型嘛，然后这个就是的样子，什么好像劈进去一样的，真的是。你应该是雷电属性的吧？没有猜错的话，先把这个小火蜥蜴打败好了。什么？紫心蜥蜴，暴躁雷霆，雷击。哎，好家伙，直接对那希拉用雷击，粗暴之吻。不痛不痒，痛不痛？沙暴打你，两个一起打的，这是怕雷的，这里可以，真好啊！一直帮我回血，真的是。虽然是乘二，可是毕竟你是五蛇等的，真的是惹错人了。连环腿，再见，朋友。给这个怪怪的东西倒下了。那天有个安克拉盘羊，迷你羊的进化身。哇！再见，朋友。这不痛不痒的，怕是假的吧？不幸好要睡觉了。还行。哎，好高等的，你们五十等。你们这些杂兵的五十等了，那个道场场主岂不是要更高等？六十等。招式不错，可要怎么表现出来呢？哇，你这个粉色爆炸头，笑啊！那这要走哪里呢？往前走吧。这里刚来过是不是？哇 ，Kelly 也是被卡在这里了。哟呵，你怎么闪了一下？嗯，你别转了，兄弟，我不知道我们摔了多少层，你们没事吧？诶，令人兴奋的地方，快点，不要废话哦！卡片，什么东西？剧毒天蝎 ，OK， 这毒属性的藤兽出来了呀，毒怕毒是吗？但是我记得，啊，哇哦，那显然是怕毒了，毒炸弹应该很痛吧？打哈，痛个屁呀、啊！真的是。至少打他是一下的事情，活得下去吧，应该。还有一只象牙猎狗 ，OK， 竟然是小猎狗的进化神嘛，应该一击必杀吧这个。哎，你居然是除二的，不是吧？那究竟是什么属性的呢？毒一半，黑一半是地面属性吗？应该是吧。OK， 拜拜。清道夫，你居然是用清道夫这个技能的，我们赢了没有吗？我干的，你干的，现在跟他一对了，可以。我也不想跟你一对，讲真的，我现在需要回去那个什么啊 ？Nope。哎，别把服务器叫很快就重启。你可开玩笑，这还剩下几秒啊？可以，趁服务器还没有倒下的时候。先赶紧，他的道场内属性都是杂乱啦，没有讲特定属性一样啊。看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带耶。讲道理，没东西买吗？特别优惠，他们也没有东西买吧？这样多要了这里，可以回到来这里。
我就继续跳，然后来到这里。哎呀，来到这个分叉路口。那、啊、你还是你呢？那肯定是右边啦，左边都没有东西，或是傻子吧？可以切磋下，来吧。什么、啊？哦，是这个女妖，还有羊，射三等，打得不错，伙计。杰瑞米，打得不错。你也太菜了。不要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伊丽莎白，我看错吗？伊丽莎白，莎白这名字感觉哪里听过这样啊？是个历史人物吗？你妹妹，她在 GC 沃，新男朋友，大学毕业，坏孩子的阶段，刽子很安全。腐败皇帝，什么象守卫兼宗子？难道是那个国际友好手势？很担心他，所以，哎，我可以跳远去图克吗？我知道 Badlands。在一个道场里面接一个支线吗？那也挺神奇啊！可以帮忙？可以 Badland 的什么地方？她男朋友在哪里？不啦不啦不啦，他们有呢。马克里，我哪都看那东西啊？什么、啊、技能课程零二七结？这个技能可通过几次迅捷的移动，使目标从各种纠缠中脱困。哎，心跳。在图克玛寻找伊丽莎白，然后继续往这里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目前无法访问服务区。No， 我笑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OK， 服务区终于是好起来了。那我们继续走这里，是吗？居然不是上面的，就下面这个了。OK， 后呢？应该走对了吧？这里，然后到了这个很多格子这里。哎 ，Jonix， 你竟然来到那里了？你是卡住的吗？不知道啊。然后这里往前走，然后又回到了这里，有点难搞啊，讲道理。左边。我现在就乱走看好了。OK， 我来到 Jonix 这里了。然后往上面、左边的下面、上面吧。哎，又回到了这里了，真的是左边。哦，它上面洞是掉到指定的地方啊，不是乱跳啊。左边看看，这应该是拿道具的吧？是的。下去这里，然后再拿道具。这道场的道具应该都拿完了吧？烟雾弹两个。可以来到这里，我们跟着 Jonix 走吧 ，Jonix。我跟着你了，你现在往哪里走 ？I follow you, OK？ 哎，走啊！你还不走，真的是，你不走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上面，嘿，并不是，可以到在这里 ，Jonix， 你往右边走是吗 ？OK， 走个屁啊，也不是一样啊，笑了，哼，那走一下下面这个看看吧，可以该是在那里，现在是往。哎，这里也来到这里了。哎，这不是转了个圈吗？好家伙，右边看看。上面，在上面，然后来，又是这个地方，我受不了了。有难度的呀，这里，右边。上面，可以终于来到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。在上面，哎呦，我终于走到了，可以啊。然后这里是去什么地方啊？这里直接出去那个入口那里吗 ？OK， 那不管怎样，我们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了。你这个熊，抓屁股抓的挺开心的嘛。也好吧，反正跟这个道场场主打就可以了，希望可以赢。料这么说，你是真的想加入抵抗军吗 ？Yes， 真让我感动啊 ！GC 沃需要每一个愿意帮忙的朋友，以及所有团结的举动。你的确是德尼兹光荣的儿子。OK， 成交。
好吧，陈家，如果你帮助抵抗军的话，我帮你联络卡洛斯。OK， 好吧，先打呗。跟你那只熊是吗 ？Yes， 可以，穆萨、象牙猎狗还有那个兔子，可以，我觉得要换人了这里。狂风吧，狂风打这个，还有几只藤兽来着，我忘记看了。六只啊，可以，果然是满的，打就不痛了。这又石球。哎，我想不到啊！你也用石球？我的妈，好痛啊！可以，果然是一击必杀的，杀爆哦，还行。然后派什么出来？拳击松鼠，哇，你也是有这个啊？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哇，你48等啊，那个，不是吧？手下留情啊，朋友！我笑了，他倒下一只，我倒下一只，情况有点不乐观。还清道夫，打他！半血，有点难搞啊！啊，增加的什么鬼啊 ？OK， 用力过度了，这个一米 plus 可以。然后水润应该就可以让这个猎狗拜拜了。哇，你修内在精神啊！活下去，可以，还好，还好，也还好，逃避了一次他，可恶，忍术，不要。至少他的体力没有了，这才打了那么一点伤害，不是吧，老哥？没办法了。然后我复活下人了，再不复活的话，我要炸了。讲道理，再见，朋友，可以。终于是倒下了。剧毒天蝎，这个就更麻烦了啊！哎呦，怎么打呢？要先把这松鼠解决啊！利爪吧，狂暴，刺伤，啊，痛！不要打我的，完了，打哪一个都不好啊！我的妈！这太难了吧，讲道理，用力过度打不通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里是在用这个烧它吧，虽然想打到天蝎，可是必须先把这松鼠解决掉先。刺伤，毒气打我那么痛，打他那么不痛，我真的是醉了，只能一直吃药了这里。那你用这忍术很难搞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强壮，我猎师就这样倒下了。石化，怎么？这什么绝招啊？哎呦，我都不用这个招啊，感觉，感觉用利爪就可以打败他了。他终于是倒下了，真的是。极地雪人，哎呦，我的猎士倒下了50等，我笑了。内在精神打这个蝎子，然后复活这个狮子，手下留情啊，哥哥！完了，又要倒下了，真的是。哇哦，可以这伤害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哇，好痛啊！这里，香膏，哎呦，完了，药不够用了，我裂开，只能吃药了呀！这里，可是不把这个蝎，哎，还好还好，那个蝎子没有体力了，可以就这样吗？仅剩的两个药只能这样用了。
哇，你真的是恶心，受不了，偏要打我那一个。完了完了，还有三只，我怎么打、啊？非常之难搞，好吗？反正我先把这蝎子打败先。哎呦，这个小猎狗在我队里面没有什么用啊，讲真的。完了，直接拜拜。哎呀，裂开啊！你这是……哦，算了，也是也行吧。的妈，算了，我感觉我自己就要放弃了。要继续调整队伍了，还有两只。我能以一敌二吗？讲真的，如果有两次出绝招机会还好说啊，可是估计不行了。是的，哎呀，妈，这怎么打、啊？五十等，输了，损失了250块，挺蠢的。哎呦，这怎么打呢？我想下，这个肯定是要放走的，感觉属性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。那我觉得我需要放一个这个精神蟹下去了，因为我队里面没有精神蟹去打这只啊，可以重整一下计划。首先，先买一大堆药先，不然上一场这样不够用就尴尬了。有多少买多少，只买20个吧。这个钱，其他的还好，不要不要，差两个，买5个吧。OK。首先把这放在前面，然后把这放在第二个。OK， 你敢信那个毒蝎子是怕风属性啊？哇，那个北极熊这样的是怕，他只是怕一个属性罢了，就是这个精神系。妈，那就有点难搞了这里。他就不是怕火系啊，笑了。OK， 看了一下，我感觉没有必要带这个烈焰失去啊，因为他那边没有怕火属性的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啊，可以阵容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那等级都比较低啊，全部我要去升级这个乔尾灵蛇的等级了，可是好麻烦啊，这样子讲道理，我有什么糖果吗？虽然一开始用的有点浪费啊，算了，我现在要做一样很久没有做的东西啊，就是我上面有卖过东西给这个人吧，就是微型水晶啊，有34个，可以卖20块，只能一个一个按了吗？可以，我可以赚680块这里。然后普通水晶我有11个，我可以赚660块，也没有很多啦，讲道理。哦，我找到了那个糖果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助长剂是吗？我要用吗？肯定开始用有点浪费啊。算了，用吧，给他升三个等级直接。助长剂虽然一开始在比较低的等级用是很浪费，可是。我懒惰去练等了，讲道理。OK， 34等，还是有点低等啊。老实说，我给他带什么东西呢？说到水晶技能伤害减少28%，就你了吧。OK， 我们再去挑战多一次吧。虽然不知道能打赢没有，可是 Never try, never know。看来我的记忆力还蛮 OK 的。然后再次挑战。首发派这两个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来可以。不要跟我讲你死不了，可以死了，好彩。可以打他也又不是很痛啊，哇，不是吧，老哥，他妈耗着他吧，我觉得还是有胜算打赢他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活下去。No。No， 又输了，我笑了，真的是。哎，哈哈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卡在这里可以贴我？这种先进因修改能改变藤索 DNA 染色体，特殊攻击增加。不要逼我给他，给乔尾灵蛇，管了。打用那个贝塔爆发打得比较痛一点，这样子的话，可以，我只能继续尝试了，各位。三次里面，总会有一次能打败吧？是不是？再见朋友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先把这打败了，请坚持，拜拜朋友。哎，不是吧，这都打不死啊，完了，我裂开了，可以1/4的伤害，是是是，你真的是肉啊，讲道理，完了，活下去，
啊，好恶心啊你们。 2 hours later， 我有个计划，就是复活多多个人，然后有更多的个回合让那个小尾灵蛇攻击啊，会好吗？这样子慢慢消耗他吧，我觉得。再一次复活，想一下，诶，好像我又行了，只要复活越够多，问题就不是很大了。我右边的伙伴一直轮流更替，我这边就一直输出他，可以。我怕降存的作战救我，这个人想锤吧，真的是。OK， 你尽管使用，我尽管挨打，问题都不是很大。可以，他们两个人用力过度了。那你不是再见了吗？真的是，终于是打败你了，超恶心啊！你们真的是，终于是倒下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复活越多，果然就是好啊。拜拜，谢子。可以双屏。拜拜，朋友。终于是 MVP 啊！这个一直在靠你输出罢了，这次。可以。哈哈，真是经典的德里兹学派战术，一使用复活液，应该是蛮经典的吧？感觉就像在跟苏菲亚本人对战一样，学得不错嘛。OK， 看来名字让我想起了别的东西了，让我想起了别的人呢。2400块有点少啊，朋友。我可是打了4次啊，2400块，我打了3次的话，亏损了750块。什么啊？来，带上什么东西？反抗军徽章，因为保护基西沃的自由，中信件造成伤害增加15%。OK， 这是我荣幸 ，My pleasure, man。距这里西南方向很远的地方叫做无比斩你的城市，我们至少需要2次来重新夺回来。然后输给了贝尔索托，基诺峡谷通道。轨道啊，无比赞尼，美丽的土地，土系藤兽的乐土。我父亲在那小岛上跳远度过呢，扯远了。OK， 那无比赞尼呢？如果我们说的没错，被认为是最具基西沃特色的小镇，不是那么的发达，也没有无比那样的道场。但是复古环旧的天堂，图雷人他们是强大的训练师。OK， 继续。大约48小时之前，我们侦查员在基诺峡谷发现了大量贝尔索托的空投，他们从滩头堡开始扩展阵地，现在抵抗距离被一分为二了。哎，没有足够装备越过裂谷打开第二战线，便失去了与卢比战尼的联系。那你想要我怎么做？穿过基诺峡谷，找到通往卢比战尼的路。我们必须与图雷伦合作。OK， 没有了。为什么选我？没别的问题。卡洛斯在哪里？他正在帮我们完成另一个行动。目前我们不能提供给你更多的信息。OK。我还有你的侦探朋友都重要。如果说一旦你成功抵达乌比站，你离他就更近了。OK， 上路吧，一帆风顺。哎呦，终于是打败你了，你实在太难了。我的队伍只剩下一个人了，真的是。基诺峡谷是吧？右边是什么地方啊？我忘记了。我的，你看这个蛇尾灵，他的走路方式，躺着走路这样啊，真的是。行吧，基诺峡谷是这里啊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哇，那是飞艇吗？你不讲话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兽什么鬼的啊。那难道是我所想的？不可能是。什么啊？危险，除非得到抵抗军成员的指示，否则不要离开无比。OK， 所以左边的地方是基诺峡谷咯。哇，这地图越来越大了呀，这里还有的啊，好多地方可以探索啊。可以，我们要去这里是吗？
行的，那好吧，我们今天的 Tempted 就先玩到这里了。好吧，如果你想继续观看的话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点个赞，并且在频道旁边点个订阅和旁边小铃铛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各位，有什么新的表情吗？这里可以坐下来啊，可以，拜拜。